Hello，啊，知识乐园，有，这么多新鲜游戏了，哇，这里知识量也太多了吧，再也不用担心游戏。今天我来出音效小技巧第三期了。哎，这个广告请等待哈。广告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弹出一个广告呢。请等待。那个病例在咋这么慢呢？第一个小技巧是啥来着？第一个小技巧好像是发箍，打开菜单，再找到角色编辑。第一个技巧是发箍，再找到物品。对，应该是头部，然后找到头带，然后调整好了，换一个颜色，这个是不是很配我的校服啊？像这个发箍就弄好了。第二个小技巧是网红扭蛋机，先从道具里找到原始体，找到立方体，然后再给它点击这个。变矮两次，再用一次物理，进行调整，然后把这个改成少女粉的颜色。这一个到上面，然后再给它这个缩小一次，材料改变成玻璃型的。然后再复制一个立方体，
你勾掉。好了，雪会复制的小伙伴，那后面就比较简单了。哎，错了，然后按球体，按物理，先做好这个。一个这个在复制里面，在这个变一直调整。把这个加长点，球体加长，球体是变小点嘛，这个立方体，哎，没对焦上。这个变短，调整到这里就可以了。哎，这还有腾空间，而且了链。我这也调的太慢了吧？那就先跳过一下这个按。好了，调整好了，再弄一个，弄。头前的一般在这一边吧。
格外加，点一下颜色调成黑色，这里就是一个头前的入口。好了，那这个就做好了，还有里面的球球，点缀这个球体，然后再把它缩写好，把它变大点，就这么大就行了。然后再找到，把这个碰撞给去掉，我就是可以。然后再把这个球体的颜色改变一下，然后再复制一个球体，再把颜色改变，就也是像我这样操作。好了，扭蛋机就像这样做好了。好了，现在就是做大头，做第三个小机枪是大头儿子。我们先需要切换成男主。建立的一个型吧，然后切换成女主。点击头部。点击头部大小，点击到这里就差不多可以了吧？你看，比女孩子大了好多倍呢。好了，那么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啦！让我再说一句话哈，下一个视频我会给男主家的狗狗做一个房子。好啦，现在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拜拜啦！下期视频。